能够相处的时间就是假日的时间，他就说：“爸爸，那你假日的时候我跟你出去好不好？”“那好啊，那你跟我一起出去，但是要很早起来。”说：“哦，没关系，因为早上都要去做早市的话，都差不多五点就要起来了。一到市场的时候，他都会主动的会帮我摆摊子、摆摊位。啊，摆完后他就会，要是有客人来的时候，在国小的时候他就会招呼客人了。”他是一个很好奇的一个小孩子，从小就很好奇，很喜欢发问，然后很有创意这样子。他早上都晚上都十二点才睡觉，我都叫他说不要那么晚睡觉，然后早上都四点就起床念书了。我说这样睡眠时间不够，他不敢到我们房间去睡觉，因为他怕睡得太熟，所以他就在他的房间下面铺一个棉被在那边睡觉。因为我们没有钱让他去补习，如果他遇到不会的话，他都先问过老师的意见，说老师你中午有没有要休息睡觉，如果没有的话我可不可以去问你问题。因为他想赚很多钱，然后想要让我们帮助我们还房子的钱，还有让我们去看医生这样子。我说你先把你的功课身体照顾好，然后我们会慢慢努力想办法这样子去工作赚钱，因为他不想要爸爸妈妈这么辛苦。我的希望目标比较小一点，就是能够成为就是社会有用的人，然后再进阶，如果能够帮助人是更好的。可能家里就是家境比较不好，所以他就是比较早熟，比别人更早熟，好像更懂事。那我觉得他的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对班上的事物他很热心的去参与。首先就是他申请到的时候他高兴得不得了，他觉得他像中了乐透，他非常高兴。那因为他学习也很有强烈的企图心，所以他这次能够有机会到国外去，我觉得他会好好把握珍惜这个机会去学英文啊、口语啊，然后去了解当地的文化，甚至于我觉得会影响到他将来他整个人生都会改观。那他放学的时候会到我们学校旁边一个老人院，他会去那边当志工，帮忙收垃圾啊什么。他本身有号召力，他对于同学有一些服务的渲染能力，然后因为其他班上同学听到他们来这边做服务的时候呢，其实看在祥恩的面子上，还有就是他的那个就是呼朋引伴的那个能力上面啊，然后他们一次来的话就是五六个学生会跟他一起过来。常常在下课的时候，然后全班都闹哄哄的，然后往前看就会看到 Jerry 在前面，他每次下课都会在前面问老师很多问题。他非常热心助人，而且只要有同学有问题要问他，他都会很认真的回答，并且很热心的帮忙同学这样。我觉得他应该会把那边的知识带回来跟我们分享，所以我们应该也会学到蛮多的东西。爸爸他们都是就是在外面工作啊，母亲因为有一点生病这样子，所以他会在家里休养，所以我必须要独立自主，然后就是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。谢谢爸爸每天在外面工作，然后就是为了支撑我们这个家，然后可以让我上学，然后也谢谢妈妈每天在我心情很不好的时候给我一些鼓励的话，让我有信心再站起来。我想感谢 All Study 对我这个赞助，我实在是非常感谢。然后我也希望我会努力的学习。加油！加油！